袁老师问你说什么了？你知道贝加豹的人夏天也会穿长袖吗？我看到袁老师手上的伤了。我爸那边认识很多比较好的律师资源，可以帮你一下。以现在的情况来说，如果当事人不主张，我们也很难插手。不过我也提醒他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证据。 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对簿公堂的时候，他能拿出有力的证据保护自己。不过我已经想把这个事情写成论文了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打个赌，看看这次谁先能登上法学研究？又幼稚。哎，问你个问题啊，比如说你想当法官吗？现在有这么一个案子，你要怎么判？ 就是所有的证据都指明了这一方有家暴的倾向，但是他准备好了所有证据，所有的不利证据反而对着受害者，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只能按照司法的程序走了。双方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，但是呢，我很遗憾，我只能按照他们提供的事实证明，还有他们的辩论结果来做出判决。可是你知道，现实生活中，因为种种的原因。 好多人都无法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。我知道，这是程序证明，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基础。你的意思也就是，如果程序被毁灭，规则被颠覆，法律也就没有意义。 Lexu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